身体的重量能够感受到你的脚底板踩下去的感觉啊，身体是很稳的。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先把肩膀揉起来。慢慢的将你的两个手臂拉开，地上没有不朽的年华，带动你整个后背脊椎，岁月不悔。好，慢慢的加强。天长地久，把手臂开始手拉到最高。Cheers.